今天我们远离吉隆坡一点点，来到 Bukit Tinggi 新村。老板，这条鱼好像过大了哎，那个沙包完全都容不下它。哇，这个虾呢真的是很大只，它用那个举法，它这还蛮特别的。我好嬲啊，老细，我而家要食一个彩虹蛋糕系嘛？每逢星期天傍晚6点，货架开餐喽。